这是我最近吃过最贵的水果了。把对象吃不完的薯片敲碎，虾仁剁成虾泥，加入一个鸡蛋、盐、黑胡椒、淀粉，抓拌均匀，捏成爱你的形状，在表面裹上一层薯片碎，根据选的薯片不同，做出来味道也不一样。锅底一层薄油下锅煎，要煎到像这样子滋啦滋啦冒油的状态，提子打底，倒入马飞的冰块，再加入气泡水。没试过手指柠檬的一定要去试试，真的很像水果中的鱼子酱。煎好的虾饼淋上酱汁，金黄酥脆的薯片包裹着多汁 Q 弹的虾饼，一定要大口吃，贼过瘾。快，就给你爱的人吃吧。